Samsung Galaxy A9 Yo， 在这个随时都要拍照的时代，在别人面前修图太过失态。A9 按下，轻松自拍变换姿态。A9 每招不会失败。Introduce my crew， 朋友多到没有办法数。他们问我拍照用了什么样的套路，这么多人拍照照样全都拍。超强四镜头拍出新的高度，超狂的 A9 有超广的角度。哎哎，不管天多么黑，夜拍一样清晰，不会暗淡。就算没灯没光，不急不慌。Galaxy A9 依旧拍得灿烂，好想拍得广，拍得远，好想拍夜拍拍清晰。好想拍景深拍的美，超强四镜头一直驾驭所有镜头，超强四镜头不管老手新手，超强四镜头每招拍得轻松，超强四镜头自卑的吸引我。 Galaxy A9 一直驾驭所有镜头。说到时尚，我的创意无限，灵感随时出现，哪怕是在路边。我用 A9 调整景深凸显物件， Galaxy A9 让你最耀眼。买了票要去看偶像的派对，拍张照做个纪念，放大到极限。你的偶像怎么只有小小一点？开启望远功能拍他，台上歌手直接变大，发现他对镜头挥手。哈，我用 Samsung Galaxy A9。